就要跨年了，那么气象局也预告呢，周四又有一波冷空气要南下。由于周四开始呢，东北季风要增强，所以跨年时段的风向呢，将吹向是东北偏东风。那么风呢，也会从台北地区的东北方向吹向西南方。所以呢，今年看烟火的最佳卡位点就落在了内湖还有大直地区，而位于下风处的基隆路以南和信义路以南呢，通通都是地雷区了。烟火释放后的白烟恐怕会被带到台北市的西南方向，像台湾大学今年看烟火就不太适合了。